别拦着脸，你有吗？有够敢讲，拉的女神李湘的实境节目《女孩好野》和丰田玩游戏，丰田杀伤力超强的攻击，李湘高 EQ 的超快反应，两人玩的有够开。我出过写真，你有吗？我有啊，我 special 也有出过写真。不要回答，我也在。你要封神拍过写真，你有吗？大声一点。我有一照片，你有吗？我有别人的脸，你有吗？我有别人的脸，你有吗？完了，你有吗？把我放地下！把我放地下！你打他！你打他！铁男的，你看是不是铁男的？是不是铁男的？应该是铁男的啦！好笑！我跟大谷翔平拍过照，你有吗？你没有，好可怜哦，日本人还没有。相比，怎么样？都是日本人，很近，你有吗？他是烟手，我有被拍过，你有吗？我有被拍过两次哦。我被拍过三次，你有吗？我跟孙胜有在一起过，你有吗？我跟马俊山有在一起过，你有吗？来了，我有送过200,000的礼物，你有吗？我未来想送车给我男朋友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没有。我有二，我有。失败！你有什么？太凶了！你本来想干什么？你应该把你那个疾病讲出来嘛！什么疾病啊？你有吗？好，冰箱绑回一层啊！哇！